我觉得这个女儿她要照顾她哥哥，她哥哥脑性麻痹在家里，她妈妈也走了，姐姐也走了，你看，我一次把她带着两个，你说我就要怎么办？你说这样怎么办啊？我走了，我儿子怎么办？那你说我要怎么办？还是有比赛When did that happen? Last night around 11 o'clock. 我要开制药公司，叫我去帮他申请药品公司。我说好。他妈妈又脑性萎缩，前几年也做了，看他女儿结婚，做了两年多了，现在又把我孙子跟我女儿，为这个女儿。这么优秀啊，太壮了，从小就把孩子培养，因为让16年又生这个正常的女儿，我好好的培养她，到你们这台中一些啊，今天又被你在台中被带走，你说我感恩吗，师长？师长，你说我要怎么办？我觉得这个女儿她要照顾她哥哥，她哥哥脑性麻痹在家里，她妈妈也走了，姐姐也走了，你看，我一次把她带着两个，你说我就要怎么办？你说这样怎么办啊？我走了，我儿子怎么办？